关火车的车头和车尾已经材料写着欠费能力的关东期，这表示台湾货库已经出现过期的状况。关火车管店的工作人员用这支旗仔告知路过的民众，请求民众别去抢运上诉。台中关火中心区委客员林尚贤表示，三级警戒为解封，也代表着病院手术回归到一般状况，真侪手术拢开始进行。跩手术大部分拢需要输血，但是关怀中心血库明显不足，呼吁大众响应关怀。就有看到这个活动啊，对，然后就是最近都有全台湾都有说，就是大缺血嘛，对对对，那就希望就算只是一点点，那也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个力量这样子，对对对。我是 O 型，所以 O 型。大家通通都能用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啊。嗯，今天捐，看能不能捐500吧。虽然现在疫情为解封哈，那医院里面一些常规手术也逐渐恢复正常，所以我们目前的血液库存量，虽然现目前的血液库存量还是不足啦，那医院用血也增加，那目前的血液库存量大概剩下4天左右哈，那各种血型都蛮短缺的。其中以 B 型最缺，那现在天气逐渐转好了，那也呼吁民众踊跃到各地点来捐血。一般关怀活动都是民间组织也是社会团体举办，但是这次活动却是由电器商所举行的。业者表示，因只是尽着企业的社会责任而已，也借由这个活动民主员工向心力。近期来对，就是讲大缺血嘛，有大血缺血荒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跟我们巨远公司就一起合办这一个捐血活动啊，希望我们和美的乡亲们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。赠品的部分，我们面包啊，还有保温杯，还有水，还有一些牛奶啊，供给品鸡蛋很多。啊，然后都是我们一些赞助商帮我们准备的，啊，我们自己公司也有准备，这样，对对，因为现在的话，因为缺血的部分蛮严重的啦，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伸出双手，然后尽一份力量，这样，哎，好，那个很开心，今天就是今年也能在和美的这个地方办活动啊，然后因为现在正值我们空调的旺季，然后可是又。就是刚好遇到这个严重的疫情之下啊，我们就是号召了，就是这中部的一个做空调的部分的每一个师傅都可以一起来，就是说共享盛举的部分，就是说能够挽起袖子，然后一起来捐血。然后我们也是同时是我们是那个在地台湾的一个冷气品牌，然后结合就是说我们和美在地的安诚的部分，我们一起就是。来做这一件伟大的，我们觉得就是说，可以在暂时的解决这一个那个疫情的部分，这样，哎呀 啊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往后几年，希望疫情能赶快结束。可是我觉得血库这种东西，随时都还是需要一个补充的部分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往后几年，如果可以顺利的话，我们希望每年都可以有一个在和美这边办的这个活动，这样。一位民众关了火离开椅子，护理师就是用消毒液喷椅子，并且清洁。这个清洁动作对去年疫情爆发了后都不停过，就是要让民众可以放心关火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美、蔡宏报道。